这部剧当中，大家看到会很多的有一些杂技技巧，它经过了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这个传统的钻圈，然后这个钻圈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是看到一个一个圈钻过去，但是在这部剧里面你们看不到这一个一个圈，你们看到的只有一张一张长板凳，但是杂技演员用的恰恰就是这个钻圈的技巧。所以呢，我们这部剧其实让我们的舞台和我们的舞美都成为我们杂技表演的一部分。